Hello everyone, my name is Xu Song. I graduated fro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Brandeis University with two master's degrees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. Before coming to Brandeis, I worked as an instructor at Beijing CET summer program. I did my student teaching at Brandeis University, taught students from novice level to advanced level. Right now, I am an instructor at Bunker Hill Community College and Boston College. At Bunker Hill, I teach Mandarin 1 and Mandarin 2, which are novice level. And at Boston College, I teach students who are working at advanced level. The following video is a record of my advanced level Chinese class. 大家好，我叫宋雪。 我从美国布兰黛斯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毕业，我的两个硕士学位都与汉语国际教育有关。在来布兰黛斯大学上学之前，我曾经在北京的CET项目担任过老师，学生是中级水平。在布兰黛斯大学实习期间，我教过所有阶段的学生，从初级到高级都有所涉及。 现在我是Bunker Hill社区大学的老师，也是波士顿学院的老师。在Bunker Hill，我教初级汉语；在波士顿学院，我教高级汉语。下面的这段视频是我在波士顿学院高级汉语课堂上的教学实录。谢谢。哦，很好，这封信写的怎么样？好吗？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词，第一个，感到，感到，你们感到很奇怪，对不对？那感到这个词很正式，很正式。平时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在海边很开心，你说 I feel happy，你会怎么说？我很高兴，我感觉，对不对？ 感觉就是我们最开始学的，是感觉，对吗？如果说哦，我感觉很高兴，太棒了，我喜欢海边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在做一个演讲 speech， 你说哦 ，it's really my honor to be here， 能来演讲，我怎么样？感到很高兴。对，但感到其实就是感觉到的意思。如果你把 感觉看成一个词，那感觉到其实是一个 verb complement， 感觉到没感觉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还可以说感到什么呀？感到好奇，感到高兴。对，你做演讲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词。好，下一个，并不奇。你们喜不喜欢四个字？ 为什么？要想整个这个整个词的意思，才能再想回来这个词。隐形也不喜欢是吗？有的时候很难明白它的意思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也会想一想，因为我常常是，比如说我学中文不是从头学起，对不对？我会说中文。 然后我去上学，所以这些词我常常是我知道它的意思，然后我试着给你们解释，所以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。啊，我尽量让它明白一点。啊，来看一并不起，一可以看成是 once， 一旦，对不对？一旦病了。 不能起床，这个还是挺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想说一病不起，那你能不能说篮球女孩一病不起？那你能不能说罗斯福一病不起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起床了，但是他的病治不好，对不对？一病不起这个病，常常治不好，一般治不好。 如果他能起的话，那他就不是一病不起了，对吗？嗯，那。
要看第二个。如果你说一病不起，这个人的状态，什么是状态？他的精神，他的 mood、all the aspect of the person physically, mentally, 精神上，身体上，他整个人看起来就不太好。比如说这个人，他整个人看起来就不太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不可以说一病不起？如果他真的没有好的话。第三个，一病不起的结果常常是坏的，要不然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就再也不高兴了，每天都在床上很没有力气，很不高兴，要不然他就是死了。所以没有人能一病不起以后还开开心心的。他们很坚强，他们的状态很好，所以他们没有一病不起。好，后面两个词，一个是支持，还有一个是兴趣。好，我们先看支持。我们可以支持谁？支持朋友，支持家庭。他做什么你都支持，这个时候我们叫全面支持。很好。那支持多长时间呢？可以支持一会儿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 verb complement， 支持不住，不能再支持了，支持不住。那如果还可以再支持，叫支持的住，支持的住，这个的。支持得住，支持不住。好，然后如果一个人支持你，这个就是谁谁的支持。你的妈妈，你的妈妈，你的爸爸支持你去中国留学吗？支持吗？他们支持，但是更支持留学在美国。哦，更支持你在美国留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，因为我们以前在中国住过，所以他们想我们有新的经验经历。哦，很好，有意思。好，艾明，你呢？你妈妈和爸爸会不会支持你去中国留学？会支持，因为他们喜欢。哦，他们不想让你走那么远。哦，好，很好。下一个是兴趣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学英语的时候，很早很早就学到了有兴趣或者感兴趣这个词，因为我们要学 hobbies 爱好，对不对？你很早就学到这个。好，那如果你兴趣变多了，就我们说兴趣怎么样？兴趣增加。很好。你现在学中文，你下个学期想学法语，这个时候你的兴趣怎么样？改变了。好，然后你喜欢开车，你喜欢划船，学中文，好多好多的兴趣，这个时候我叫各种兴趣。你的爸爸妈妈对你的各种兴趣都支持吗？是吗，翠文？对你的各种兴趣都支持吗？对。你有什么兴趣？感兴趣是 interest， 对吗？随性的兴趣还是学习以外的都可以。学习以外，在学习上，我对中国政治非常感兴趣。哦。对水。水旺的，我对，美国的篮球，不是篮球，是橄榄球。哦，你喜欢橄榄球？哦，这个运动很激烈，对不对？我只你喜欢看，好，没问题。但是有一个词和兴趣差不多，是我刚才说的，是什么？爱好。爱好，对。如果你非常非
非常非常非常有兴趣，它可以变成你的爱好。你特别特别喜欢学中文，你一天不学中文你就睡不着觉，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什么呀？我的爱好是学中文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，你想看一看，你想学一学，这个时候是感兴趣。睡不着觉的那个人是他的爱好。那对什么什么很感兴趣呢？又不完全是爱好，因为你感兴趣不一定没有他睡不着觉、吃不了饭，对不对？好，爱好这个词也可以是一个动词，比如说刚才啊。我们可以说他这个人啊，爱好学中文，爱好划船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这个人他喜欢做什么呀？他特别爱好打太极拳。有没有人有这个爱好？再过60年。好，再看最后的时候，这个先生说想给李太太一个工作，对吗？他想要一个，他想要一个哪个？课文里是哪个？答复，嗯好，答复。你们有没有学过回复？回复 ，reply， 对不对？所以答复和回复的意思差不多，都是 reply 的意思。区别在什么地方呢？答复呢更重，它的结果就更重要。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两个词，复都是 reply， 那答是什么？答案，对不对？答案。回呢，就只和复意思差不多，两个意思重复了一下。但是如果你要答复，你是真的要一个答案。我们来看例子。要不要一起说？要不要做我女朋友？你今天得，对不起，我想说这个词。你今天得给我一个答复，所以很明确 specific， 做还是不做，不要说别的，就告诉我。这个时候他常常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女生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勉强别人做你女朋友。好，再来看第二个，请今天之内答复我。是否接受这份工作、嗯、这个否也是一个比较 formal 书面里，比如说你去中国你填表格 forms， 说性别 gender sex， 性别男女，他可能会让你填是，然后旁边的一个 box， 一个这叫什么呀，方块，就是否是不是的意思。这一句话就合适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别人给你一个工作不可能一直等你，所以他也是要一个真正的答案，是一个答案和回复。好，那回答呢就比较中性，我说中性的意思是你可以在写论文的时候用，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用，也可以平时说话的时候用，它就是一个回答，不一定有一些真正的答案在里面。比如说看这个，如果看到邮件请回复收到。我常常看到这个，学校发一个邮件一个通知，然后说哦请回复收到，所以我没有真的给他一个答案，我只是让他知道哦我收到了，我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这个，你有新的回复请查看，查看 look up， 请查看。这个是你常常比如说聊天或者是你的电子邮件给你一个提示，常常会有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告诉你哦有人给你回邮件了，你快来看一看。答复和回复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下一个，重新，还有一个词是问斗，在课文里我们的词是重新开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一课里还
还有一个词是从头开始，一样吗？不太一样。你们先说哪不一样？翠文，你觉得哪不一样？从头是所有的不一样，差不多的意思是，所以要是一个水汽，一个水上行病。哦、不能只是随行、哦、坚持随行、哦、要是他们需要从大一年从大一开始是从头开始，但是要是他们只需要下个学期开始是重新开始。嗯，比如说他上大二，他就再上一次大二，这个时候是重新开始是吗？嗯，很好很好。那我来问问题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了两年法语，但是我不记得了，我忘了。现在我在学法语，如果我去法语二，这个时候我是哪一个？重新开始。嗯，我只是有段时间没有学，所以我从第二年级开始，从二年级开始学，这个时候重新开始。我觉得字母我也不记得了 ，letters 字母我也不记得了。这个时候我就要从头开始。很好，你们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好，再来看下一个是奋斗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坚持奋斗，努力奋斗，为什么而奋斗？好，这是美国的独立战争。知道独立战争，那美国为什么要打独立战争？是什么军队？你知道独立战争吗？我对，对不起，他们和英国的关系不太好，所以他们想要自由。哦，所以怎么说？喂。他们为，你刚才说了自由，自由，他们为自由奋斗，奋斗，对。为什么为而？所以为什么什么而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小的 pattern， 为是 for 对不对？所以说为了一个东西而 to 奋斗，很正式，像刚才建飞说的。哦，为什么美国要打独立战争？因为他们想要自由，这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说的。如果你想写一个论文比较正式，你就要说哦，他们是在为自由而奋斗。那你呢？你会为什么而奋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为什么而奋斗？先好，你会为自由而奋斗吗？那你会不会为爱情而奋斗？海明，你会不会？会。爱情在水里。你会不会为爱情而奋斗？我不会。比如说，爸爸妈妈不喜欢你想结婚的人，你想和他结婚，爸爸妈妈不喜欢，你会不会和爸爸妈妈吵架？不会，你不会怎么样呀？不会为爱情而奋斗。有问题。你说为高考而学习。为高考而学习可以很好。嗯，他不是真的想学习，他只是为高考而学习，可以。啊，你意思不是我真的想，是我不得不。因为高考这个词有一点点敏感，对不对？ sensitive， 因为大家都觉得它不好的地方比好的地方多，所以如果你通过了高考，但是你在大学里不好好学习，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他不是真的想学习，他只是想进大学，所以会有一点 negative， 但是和这个 structure 和这个结构没有什么关系，是跟高考有关系。好，是我们最后一个词了耶！最后一个词是什么？
就是不能这个，对不对？你很感动，你很想哭，这个时候你是不禁哭了，不禁哭了，或者是禁不住哭了。嗯，他们两个人在看电影，女生觉得哎呀好感动 ，tears down， 怎么说？女生以前女生做了什么？女生不禁啊哭了，流眼泪，对不对 ？tears， 嗯，很好，没问题。不禁哭了，禁不住哭了。男生觉得为什么要哭？好好笑。所以男生做了什么？男生做了什么？男生不禁笑了。对，男生不禁笑了，他觉得不感动啊，不想哭。嗯，好。然后如果他读成一个禁，就是不可以。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许做什么？照相，对，找照片照相。那用禁止怎么说？禁止。禁止照。照相，禁止照相。中国的这个告示，这个有点像一个牌子，对不对？常常也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，我们觉得四个字很正式，所以禁止照照片没问题。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牌子，我们还是会说禁止照相，因为这四个字有点傻，我知道。好，这个是禁毒，毒是 drug。比如说海洛因，比如说各种毒品，所以这个地方不可以有毒品，是要禁毒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这个作业我已经留过了，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，我看了大家的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吧。我看了大家的 Padlet 上问我七夕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七夕的故事。这儿有一个短片，讲的是七夕的故事。我放短片之前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41页有一个词汇表，这个讲的也是牛郎织女的故事。